你姐的奶油酱是不是经常这样？这样，或者这样？这一期教大家贝壳解法和解决一些常见的问题。在店里，宝宝们会经常问到，为什么我的奶油酱是没有形状的？挤完以后，奶油酱是向上的，断不开。第一呢，就是奶油酱挤得太少了，无法附着于表面。第二点，挤的时候没有抬起来，不抬起来的话就会压住花纹，就会形成没有花纹。抬起来的时候一定要稍微用力挤一点，这样才能更饱满哦。第三点就是断的时候一定要往下压。给大家示范一下，抬起来的时候呢就使点劲儿，用力挤出去。收尾的时候呢就不用挤了，直接往下压。再看一遍，挤的时候慢慢挤，不要太急。再来一次，碰到表面以后往上抬，挤出去，然后就往下压就可以啦。下期再教大家其他的挤法。